舒适的地方，只是教室的阳光那眼神我不太喜欢，没有嘈杂的自然，为何比较漂亮的都是在隔壁班，还有考卷的答案我刚好都不会算，没关系再继续努力没关系。为什么上课时举手没能，为什么班先生把我解答，为什么女生不习惯太胖，为什么旁边人的手机在响，啊是什么反常就让大发吃着出去乒乓，发出短的展开可是就是高级乒乓，不准去找乒乓现在输功乒乓，对墙壁在练习乒乓乒乓，谁是男子汉，不想问我只想要流一点汗，不想说选择对手跟我打的仗，不用问一定有人向你挑战，不用怕告诉他们谁是男子汉，不想问我只想要流一点汗，想说选择对手跟要打的仗。全体师生注意，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，他为校争光，我们要向他看齐。我不想就这样一直走，每天都一向充满敌意那种眼光，炫耀，我永远做不到，你永远赢不了，我永远做不到，你永远赢不了，永远都赢不了。走下山，寻找那有把伞。为什么这么简单你做不到？坐车厢，朝着南下方向。为什么这种速度你追不到？要飞翔，穿过这条小巷。为什么这么简单你做不到？仔细想，这种生活安详。Yeah.
做不到。